观众喜欢的人。因为如果你哋唔赶住走，我都唔赶住走嘅。多谢。有咩歌想听我嘅？哇，咁齐声！送俾我嘅小紅為你送俾 Kelvin 嘅係咪？多謝，好靚。喺你哋面前，你哋就係允許我有童真嘅時候咯。所以，我幾時都話，我覺得你哋似我嘅朋友多過似觀眾。多謝你哋。今晚好感慨嘅一樣嘢，我覺得原來時間真係過得好快。啱啱問你哋，你哋想聽咩歌？我聽到好齊心嘅三個字。呢一首歌係我十年前寫嘅，當時我都13歲。點解寫呢首歌咧？唔係為咗去做歌手。只不過是因為我暗戀人哋啫，但是當時暗戀人哋嘅我咧，唔夠膽表白，只是將呢一首歌寫咗，攞去參加比賽，然後叫嗰個我暗戀嘅同學仔走嚟睇個比賽，就當自己唱咗俾佢聽。當時一個紅羞，然後覺得。我怕醜，唔識得表達自己嘅我，點會諗過十年之後我自己會企喺紅館嘅舞台上面，有10000人同我講佢哋想聽呢一首歌。我好希望當我陣間真係唱呢首歌俾你聽嘅時候，你哋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唱？可唔可以啊？送给你这首我人生第一首写完的歌《睡公主》。
想要提醒